近日，62岁倪萍参加了电影的首映典礼。她近年来已经很少参加商业活动，此次现身，状态看起来相当不错。减肥成功的她，身材苗条清瘦，脸部都瘦出了尖下巴，皮肤也是细嫩红润。有网友注意到，她身上戴着项链，作为知名品牌的经典款式，价格估计也应该是在6位数左右。一向穿着低调的她，也罕现贵气。作为央视的初代女主持人之一，无论身在何处都非常有气质，只要坐在沙发上莞尔一笑，就会成为全场焦点，非常抢镜。看来倪萍老师也是瘦身成功，又回到了年轻时的体态。如今很多的老艺术家们都已经开始逐渐淡出影视剧，但能够像倪萍一样从始至终活跃在镜头前的老师属实难得，希望他身体健康，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表现。